们先看一下之前是不是要跟你讲说 Tools AR Manager 有没有印象？那因为又隔了好几天，我们来看一下 A2 Plus 有没有又做这个修正，所以你去找那个 A2 Plus 的外挂这里嘛，看需不需要更新，所以他去找网络上面的资讯。那有没有看到 An update is available， 是不是又需要更新了？所以我们就选 Install update 去更新模组。那更新模组之后，那它变成最新版，这 close 完之后呢，选退出。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啦，为什么三不五时都在那边要更新哦？我跟你讲 ，FreeCAD 现在还在发展当中，它底下的模组也都还在发展当中，所以它的模组会去修掉一些 bug。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跟上最新的版本。那么这个做完之后，你开一个新的档案到 A2 Plus 这边。那我们现在要载入新的工具之前，是不是又跟你说你要先存档？所以我们就把它存起来。那我为了这个东西建一个 Tocola 的目录，那就叫 Tocola Assembly Save， 把它存起来。这样是不是一个空的档案？那空的档案之后呢？因为这个流程我们之前在讲模型的时候都做过了，所以我这一次就做快一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零件是不是载入两次，所以我们现在载入第一个零件。好，那斜角来看第一个零件一次，那么再载入一次第一个零件。等一下我们再来改透明度，因为它那个透明度不晓得为什么跑掉了。好，第二个零件呢，第二个零件 234 是不是都是各载入一次嘛，对不对？ 234， 所以呢2载入一次 ,3。那我们现在先把模型载进来，那个颜色有颜色就好了，没有透明度等一下再来改。234第四个零件载进来了。第五个零件在哪里？第五个零件是什么？第五个零件是这个小的滑丝。第五个零件，那么第六个零件是这个勾勾。你就一个一个照顺序，哇，颜色都不见了，我今天都被毁掉了。第七个零件也是滑丝。第八个零件是这一个滑轮。八个零件。第九个零件是这个轴。第九个零件。好，第十个零件。第十个零件在这边。十一个零件在这里。十一个零件。那么十二个零件。就是那个。怎么这个的形状会长这样子？那方向完全不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这方向是不是不对了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就留着。因为你画完跑到这边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嘛，叫你回去重画是不是很痛苦？我们看能不能在这边直接处理掉。那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就先把零件全部载进来。载进来之后，请各位依据你的零件，像这个零件，这个按右键选外观。这个透明度给 80, 因为这是对外的这样子。那这个第二个也是外观 80。那这没办法哦，它那个透明度不见了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一个轴。这最里面的这个基本上最里面的是这一个，所以这一个可以设成是这个第八个零件可以设成是 60。所以第六个零件第八个零件，我们这里一样，先看颜色好了，颜色没有重叠吧？第八个零件先随机颜色，再改一下颜色好了。然后第八个零件按右键外观，换成60，这样好存一下。那前面这边的话，前面这边这个待会也来设。这个也设60好了，这是第几个零件？第三个零件，23 80 60 40。第三个零件，外观
设60好了。Close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个零件，按右键开关设40好了。好。大致可以，因为这个是在这个两个里面嘛，所以这个设实心的嘛。那第六个零件我们就不要改颜色了 ，OK， 我们就照这个颜色。那请各位先把这些零件先把它载入进来，颜色调整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来做主力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。首先呢，你们看到这个夹着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样起来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做这一个、这一个还有这一个的这个操作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这一个圆跟这一个圆来做这个对应。那你先用前视图看，这个是不是在这里？这个是不是在这里？对不对？你可以用这一个工具啦，看一下哦，点它就可以移动嘛，可以移动过来。稍微对一下，弄成这样子，把这个再移一下，再移一下，你移这样看，是不是应该是这一个外面这一圈对这一个？那你如果不确定的话，我们直接看零件的图面嘛。第一个零件这里是不是 14? 直径是不是 14? 那这一个是第几个零件？第11个零件。看一下11个零件。11个零件的这一个是不是 14? 就这一个是不是 14? 所以是不是11个零件的这一个14卡到第一个零件的那个14里面。对吧？好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做哦。所以呢选这一个圆圈圈。再看 ，Ctrl 选这个圆圈圈，然后会有这个串烧嘛，串起来。好，选 Accept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是不是接起来？这样是不是接起来？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一个面跟这一个面是不是要贴起？所以这一个面按 Ctrl 再选这一个面，然后选这个贴起 ，Accept。慢慢贴起，来做一下运算，没有贴起吗？那我们把第二个关系删掉，第一个关系还留着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一个按 Ctrl 选这一个，选这个贴起来，好，这样子有接起来了，这样是不是接起来了？我们用这个正视图来看，现在这样子，用后面的好了，后面的看。是不是接在一起？那就用侧面的看，是不是接在一起？所以这片接好了嘛 ？OK， 来，那下一个，这一个东西，这一个东西，它跟这个接在一起。那这个东西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个轴？所以我们先来选这一个轴，选这一个轴，按 Ctrl 选这一个，一样按串烧嘛，把它串起来 ，Accept。是这样子接在一起了，然后接下来这一个面，这一个面，按 Ctrl 选这一个面，然后把它贴起来 ，Accept， 这样是不是有接好？然后呢，这一个面跟，哇，我这个零件也不对，我这个零件你看这个是不是在这一边，是不是要再旋转一下？那我先存一下好了。当初做这一版，这个是之前旧版的零件了，不是上次教你画的。没有想好位置，所以有一些地方有问题。来，这个是第八个零件嘛。是不是第八个零件？我们是沿着 Z 轴转180度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。我们现在 Z 轴转180度，这样子是就对了。然后按 Enter， 好，这个方向现在是对的。好，那方向是对的的话呢，我跟你讲哦，
这一个圆圈圈是不是要跟这个圆圈圈对在一起，然后这一个面是不是要跟这个面对在一起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先选这个圆圈圈，按 Ctrl 再选这一个圆圈圈，然后再按串烧，是不是接在一起了？接下来这一个面一样按 Ctrl 再按这一个面，然后呢贴起，然后你看一下，先按前视图看，是不是贴起来？侧视图看，是不是贴起来？再用上视图看，不对，上视图看不到的，好，这样子是不是这个做起来？那这个到最后是不是可以用插销插住？好，做到这边的话呢，其实就只剩下这一个盖子把它盖上去嘛。那我们来把这个盖子盖上去看。看你是要做上面还是做下面啦、啊、我们就做上面好了，选这一个按 Ctrl 选这一个，然后呢按串烧串起来，按这一个面再按 Ctrl 按这一个面再把它接在一起，我们对对看哈。首先呢前视图，这是不是有透明的都可以看得到洞有没有接对嘛，再选侧视图，是不是都有接得很漂亮，这样子是不是都接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这个勾勾也放上去，这样子再换给你们做。现在这个圆圈圈是不是要对着这个圆圈圈，所以选这个圆圈圈按 Ctrl 再选这个圆圈圈，然后按串烧就把它串起来。接下来这一个面，想哈，按 Ctrl 再选这一个面，看清楚哦，是这一个面跟这一个面是不是要接在一起？接在一起，这样是不是要贴起来？所以，好，到目前为止这一块就做好了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不会很难啦、啊、是不是跟上一次在主力也差不多？基本工具就那几个嘛，串烧嘛，面嘛，我们好像没有用到什么特别的工具，因为它的形状就这样子。我们煮完刚刚那个东西，我们现在来装这一块。那么这一块呢，是12、15，它这个关系有一点点不大好看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这一个里面是不是弹簧？所以弹簧要先放进去，是不是弹簧要先放进去？然后这一个再放进去，那底下这边的话呢，是先放滑丝，第七个滑丝，然后再放这个第三个零件，再放这个，所以底下这一个轴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好做？我们先做底下这里，上面这里要动到弹簧了，比较麻烦。好来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零件是在，第七个零件是这个大的滑丝这里，这一个轴。按 Ctrl 对准这一个轴，然后呢串烧串起来，然后接下来这一个面按 Ctrl 这一个面，然后呢贴着，这样这个滑丝是不是贴上去了？是不是贴得很漂亮？没错吧？那么下一个呢是这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的话呢就这一个面，我只要选一个面就好了，跟这一个面 Ctrl 贴在一起。好，这是一个，第二个是这一个面，不是这个面哦，应该是这个面，这一个面，这一个面跟这一个面 Ctrl 贴在一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子还不行啊，好吧，那再连这里一起做吧。这一个面按 Ctrl 这一个面贴在一起 Accept， 来我们来对对看，我用这个看好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卡住了？滑丝在这边，啊，这个没有贴在一起，有没有关系？这我觉得阿索比嘛，你如果是不是你俩加高加把嘟吧，是不是到最后可能会卡住？所以这个会有一个阿索比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这一个贴在这个前面这里，所以呢这一个圆 ，Ctrl 贴着这个圆串烧，
那么我看一下哈，好，这个面还是在外面这里的，所以说这个面旋转过来 ，Ctrl 按这个面，接着，那这一块，这一块是不是就做好了？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一个简单的也把它丢上去，等一下再来慢慢处理那些比较难的。来，这一个圆，按 Ctrl 这一个圆，串烧。接下来这一个面旋转过来，按 Ctrl 这个面贴平。好，这一根轴插上去了，是这根轴插上去了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因为这轴插上去之后，是不是先放？这个轴可以放上去吗？我看一下能不能放上去。这个轴啊，可以，因为等一下这一个是不是下面是压弹簧，所以弹簧要先卡上去再放这一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轴这样卡是没错的。这样子至少没有问题。等一下这一个零件，这个是第四个 OK， 等一下第四个零件是卡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圆上面，然后再放那个弹簧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来处理这个弹簧，这个弹簧的角度不对，对不对？这种弹簧是不是待会要旋转一下？那请各位先把这些全部都兜起来，因为底下这个比较简单啦，上面这个先接这一根就好。这个要调整，等一下不是只有这个弹簧要调整，连这个都要调整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看哦，我们回头过去看，你们看到这个是旋转一个角度的，是不是这个旋转一个角度的？可是你画的时候是怎样？你画的时候是不是水平？你等一下是不是要旋转去跟这个齿轮去做对应？它的这一个角是不是要卡在这个齿轮里面？这应该是不是齿轮，这应该叫棘轮啊。这是不是棘轮？单向啊，所以它这一个角是不是要卡在这个棘轮的这个齿里面？再看它哪个来着？